香卡初阶瑜伽睡眠术练习，我们将身体安置在地面上或是在床上，两条腿大约是髋关节的宽度，或者是再宽一些。将手臂放在身体的两侧，手掌朝向天花板。确认自己的指尖不会碰触到任何的东西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在膝盖、脚跟或者是头底下垫一个枕头，让自己的身体完全的舒服。在接下来的瑜伽睡眠术练习中，你将不需要移动自己的身体，或者是调整自己的位置。有意识地告诉自己，在接下来的练习当中，身体是睡着的，思绪是睡着的，但是我的意识保持清醒，直到练习结束。允许自己放下一切。感受身边的声音，感受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中的声音，离自己距离远一些的声音，聆听靠近自己身边的声音。接着，去感受自己的身体，扫描自己的身体，从脚趾头、两条腿、背、腹部、胸口、两只手、手臂、喉咙、脸、头，感受。或者是寻找一个点，这个存在于你体内的一个点，一个部位。每当与你与那个部位连接时，你会有一种回到家的全然的安全感，全然的舒适感。提醒自己，在接下来的练习中，任何时候当你感到焦虑、不安，不知所措，你都可以重新的与自己身体的这个点做连结，带给你全然的安全、全然的支持与保护，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再一次将意识放在你身体周围的声音，感受声音靠近你，远离你，声波犹如潮水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而你的意识不与这些声音有任何的连接，纯粹的感受。允许自己的意识与外界的这些声音慢慢的、慢慢的脱钩，慢慢的、慢慢的与外界的一切脱钩。将意识带回身体，察觉任何的感受，察觉任何的躁动，甚至波动。
感受现在的自己是怎样存在着。了解到有一些感受，或许是熟悉的，或许是独特的。察觉地面支撑着你的身体，允许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沉重，完全的进入休息的状态，甚至慢慢沉睡。允许自己的意识与身体慢慢的脱钩，了解到自己的身体是完全被地面所托付着，完全的被支撑着。脸部的肌肉是放松的，慢慢的被拉向地面，上臂、胸口是放松的，手臂、手指头、大拇指慢慢的被拉进地面，感受地板支撑着你的心，支撑着你的肺，托付着你所有内在的器官。释放掉所有的努力，释放掉所有的紧绷，释放掉所有想要你移动身体的欲望，或者是支撑你身体的欲望。身体是放松的，思绪是放松的。提醒自己，你不再是那个支撑身体的人，你是那个观察着身体存在于这个空间内的人。肉体静静的沉睡着，思绪完全的清空，放下。将自己的注意力带到呼吸的律动上，感受自己的呼吸来去，允许每次的吐气带走你所有的疲惫，为你清空一切，允许每一次的吸气滋润着你，允许自己的身心吸收所有吸气时所带入的精气，胸口是平静的，肚子是柔软的，轻轻松松的，没有压力的观察自己的呼吸，在每一次吸气结束后，察觉到吐气的发生，在每一次吐气之后，感受吸气的深沉。
不需要做任何的控制，只需要纯粹的观察。现在感受自己，幻化为你的意识。感受呼吸，感受气，在你的意识层流动着。告诉自己，我不是那个在呼吸的人。我是纯粹观察着气在我意识层面流动的那个人。允许自己的思绪放松、放下、沉睡。允许自己的肉体释放下一切，清空一切，完全的沉睡。感受 prana 生命的能量在你的意识层里流动着，充斥着。慢慢将意识带回你自己的呼吸，全然自然的呼吸，让自己进行2到3次的深呼吸，透过呼吸与你的肉体做连接，接着感受你目前所处空间内的声音，用你内外在的耳朵与你目前所处的空间做连接。慢慢来，我们不急。你可以动动你的手指头、脚趾头，或者轻轻的伸展自己的身体。任何时候，当你准备好了，你都可以将身体转到一侧，不管是右侧或左侧，我们侧躺在那边，进行几次自然的呼吸，将自己的意识与你的日常生活连接回去。如果你已经忘记了上一次你拥抱自己是什么时候，欢迎你现在给自己一个大的拥抱。感谢自己，走过了人生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片段。也荣耀你自己，在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你依然是一个合一的人。商卡的瑜伽睡眠术练习结束了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，Namaste。